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张平凡普通的书桌，简洁的摆设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各位观众，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江江打开之后，哇，是一张隐藏的梳妆镜呢、啊、平常可以看书写字的地方，没想到桌面下面是个收纳柜，你看可以摆好多东西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杰克，我们坐下来试看看呢、啊、你看看打开梳妆台轻而易举，左手边右手边，哇，还有三个抽屉，真是好救手啊。左边还可以拿出常用的小 gas 啊，右手边是小镜子，拿来可以做细部的化妆，不愧是能干的熟女，好利落呢。